西装笔挺走进接机大厅，还不忘和球迷挥挥手。世界全垒打王王贞治一号抵达台湾，已经高龄83岁的他看得出来气色不差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あ80も超えましたんでね。まあ年なりになんとか元気でやってます。 面对关心，王贞治要大家放心，因为其实这一趟来台，王贞治的医疗团队不太赞同他搭机出国，因为在10多年前，王贞治被发现罹患胃癌，将胃部切除。去年11月也确诊新冠病毒，但王贞治在收到邀约时坚持答应，也说最后一次出国一定要来台湾，也期待台湾能拿到世界级冠军。そうですね。まあだいぶコロナでね、来れなかったんで。台湾に久しぶりに帰れたこと、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し、まあやっぱり今回一番ね大きく思うのはやっぱりドーム球場ができたというね、これがもう私は野球が仕事ですから、やっぱり台湾にドーム球場ができたことを一番喜んでます。也是一个中职还有棒球的活力史，所以这次。 听他做一次来台湾，其实蛮兴奋的。83岁的世界全垒打王贞治，生涯打出868支全垒打，保有世界职棒选手个人生涯最多全垒打纪录，生涯得分1967分，对台湾棒球圈也意义非凡。台湾现在目前能够跟日本，不管是冬季联盟啊，或者是我们的经典赛啦。 这些所有赛事交流，王贞治监督，他都尽了非常大的心力，意义重大。就连悠游卡公司也特别推出亚锦赛悠游卡纪念套组，其中卡面图样就是以王贞治的打击姿势为设计，历史性的台北大巨蛋王贞治将会替台湾开出历史性的一球。TVBS 林奕杰、陈如涵、郑宏轩、森居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